你的生意现在做得 very good 啊，我现在正准备跟总部汇报，把这个贸易啊在范围再扩大。啊，你好，啊，good morning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看好门啊！哎，好，哎，好，哎，请这边走。汤姆逊先生，再见。这个我还想啊，这本地的贸易。 快点，来不及了！妈妈，你怎么了？要不我来聊？没什么。 快一点，快一点！下车了，走开，走。哎，坐好啊！夏夏，哦，哎，弄。哎呀，谢谢啊！就是他，给我打！哎呦，别打啊！我打死你！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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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该死的天怎么下不完呢？这个被单和尿布干不了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哎呦，玉梅，这也没办法，你快去睡吧，我等烘干了我就去睡，快去吧。啊，那怎么行呢？哎呀，快去吧，快去快去快去。那怎么行呢？人家是头生儿子，这些尿布要等着用呢。我看还是你先去睡吧。啊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你去吧。我跟你说，我真的没事，我没事。拉了一天的车了。没事，没事的，你睡吧，你睡。你看看，腿都肿了。哎呀，没关系，没关系的，都怪我没本事。你嫁给了我，让你受苦了。再说家里现在又添了一张嘴。老夫老妻了，还说这些干什么？哼，我们穷人啊，除了干活还是干活。只要我们一家人能平平安安的。安安稳稳的在一起生活，已经是谢天谢地了。三毛这孩子挺懂事的，我们能给他的太少了。是呀，老是陪着我们吃红薯。早点睡吧，啊！你去吧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脚跟的底都要给你看穿了，好了，谢谢你们的美啊！乌鸦乌里狂啊，高桥立功的汤啊，杨四郎三老子杨金棒啊，杨人呀嘛，立呀立个强啊，两个乡镇共和强，杨四郎三老子杨金棒。有三毛啊，有着凉的呀，下来下来。行的，马上抱出来！哎呦，不行的，这不是玩的，你看见背篓下山了啊！哎呦，我天哪！呀来呀妈，呀有力个枪！你看，有那么湿，让我踩一会儿吧，我帮你擦擦。踩一会儿吧，不行，你的病还没好呢，来。杨四郎，三老
妈啊，衣服我包好了，你快点跟爸爸一块去送吧啊，路上小心点啊。哦，注意了啊，让我出去就好吧了。不行，你的病还没好啊，你们快点查来，快点啊。哎呦，太阳都下山了，爸爸坐好，我们走了。好，来，好，坐好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来来来来，给我，来，走开点。爸爸，我跟你们一起去吧，干嘛？你推车吧。哎，你看，你还没有全部好，李良忠啊，叮嘱过的。爸爸，带我去吧。啊，我拉你推啊。啊，我推，我会推的。哎，不行不行的，听话啊。我以前帮人家推过车的，人家还给我钱。爸爸，你带我去吧。只要爸爸在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做这种事的，知道吧？爸爸。来来来，哎哎，这个拿着，不要给他们看到了啊！悄悄一个人吃掉啊！快去吧，听话啊，快点啊，快去快去，快去快去！爸爸，我们走了，我们走了。妈妈，我们走了。啊，阿特莫，我路上当心啊！见到了，马上就回来啊！再见。阿狗啊，上次去的人家你认识吧？认识啊。啊，你自己去过的是吧？哎。啊，那我就不陪你去了。哦。啊。哎，爸爸。哎。今天中午你回家吃饭吧。哎呀，要是生意多，我就不回来吃饭了。去吧。哎哎，阿狗，回去跟你妈说，买条鱼给三毛吃啊。三毛呢，也是一个没爹没妈的孩子，怪可怜的。咱们都是穷人，要穷帮穷啊！听话啊。哦。去吧。不要忘了啊！哦，叫妈妈买条鱼啊！知道了。啊，再见啊！哎，我不错啊，我到大世界去。哎，好好好，快点啊！哎，请。走吧，走吧。你这只大饼哪儿来的？是从外面椅子上拿的。给我吃点儿。是我拿到的，我先吃。那我咬一点点，咬一点点。哎，你为什么不给我吃啊？谁让你嘴巴张那么大的？你给我吃一点嘛。三毛。阿兔阿猫。三毛呢？我没有拿他大饼。大饼？谁喂你们大饼了？我喂你们三毛呢。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不知道？哼，肯定你们把三毛气走了。没有。不是说的啊！打死你们！打死你们！说，三毛是不是给你们气走了啊？说呀。好，吃吧吃吧吃吧。哎呀，三毛到哪儿去了？哎呀，急死我了，急死我了。哎，到了。啊，那，哎，你啊，哎，谢谢啊。卖报了呀！卖报，
哎，卖报卖报，昨天青红帮大闹大世界，大家来看报啊！大公报申报。哎，小鼻子，贼头贼脑的干什么？快快快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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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走开，跑开啊！哎，大公报申报了，公报申报。哎，老总。哦，哎，老总好。哎，走开！来看报喽。小李啊，大公报申报。嘿，老总。哎，老总，牌照不能唱啊！哎，老总，没有牌照，这昨天就没有办，真是的，老总，这是英租界，我告诉你，老总，你饶了我吧！哎，对不起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老总，打死你！求求你饶了我吧！这里是英租界，叫你不准停车，你不要停，我打死你，我打死你！老总，大力啊，老总，牌照，大力啊，你需要牌照是不是？玉梅啊，今天真是亏得三毛了，要是没有他呀，我今天肯定被红头阿三打得趴在地上。红头阿三很坏的。三毛真是个好孩子。三毛啊，你以后啊出去要跟妈妈说一声啊。爸爸，明天我们去帮你推车好吧？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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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不行不行，就一天呀，我们去一次吧。哎，就一次啊。好好好，我有一个条件啊，就明天一次啊，知道吗？好好好好好好的，说好了啊。好，就一次。那就明天一次啊。好，燕麻燕庄里的墙，两个乡人共同享，三溪的玉莲芦花荡，杨四郎三落在杨金榜，乌鸦乌的黄啊，又夜里个汤，又夜里个耶。人也嘛，一条里个墙啊，一条里个墙啊，两个乡人共斗强啊，共斗强啊。累不累啊？不累。啊，到了到了，好喽到喽。啊，阿土当心啊。嗯。哎，你们待会儿送完衣服，早点回家。哦哦，爸爸，这个我拿。哎，那好。不要乱穿马路啊。哦，知道吧？爸爸，你就放心吧。好，行行行，我还想帮你推车。哎哎，我也是，爸爸让我们让你推一下，不可以，知道吗？刚才我就是提心吊胆的，警察看见了要抓我的，抓了爸爸呢就进班房了啊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快去快回，晚上我们一起唱小调。哎，还是那个小调。哎，呀人呀妈呀，跳里个墙。那就快点啊！你吃这个吧。爸爸，我想吃大饼，我想吃大饼。哎，阿兔啊，三毛哥哥身体没好呢，就让他吃吧。不嘛，我要吃大饼。还是让阿兔吃吧。不，给三毛哥哥吃。让三毛吃吧。阿兔，你别不懂事。就是啊。哎，三毛，你就多吃点啊，乖。爸爸，我很喜欢这个家。你们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人，可是爸爸家里头太穷了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咱们快去快回啊。哦，嗯，爸爸再见。再见啊，爸爸再见。再见。哎，再见。嘿，哎，快点啊。爸爸再见。再见啊，早点回家啊，妈妈在家里等你们呢。啊，好的，爸爸你要当心哦。再见。哦，走了。吃馄饨了。馄饨吃完了。啊，你这怎么回事？你再想。
还不来呀？就是啊，怎么还不来啊？就是啊，你们先下去。好啊。三毛，红头花三长得什么样啊？红头花三啊，他的脸长得很红很红，像个猪头。猪头？对啊，像猪头。那一定很好吃，我碰上他就咬他一口屁股。阿兔，这猪的屁股可臭呢，你当心他呀，对着你的嘴巴放个大大的猪屁，总归臭死你。我才不怕呢，少数的猪啊是不会放屁的。红头花三来了。笑死了，找死啊！阿兔，回来了！哎，我的屁股！我的屁股！笑死了！好不好啊？妈妈，来一个嘛！妈妈，唱一个嘛！哎，就是唱一个嘛！唱一个！哎，就让妈妈唱一个好不好？来，让妈妈唱一个！好，唱一个啊！唱一个！全是美，真是美！把你比作天哪，你八级来越神哪！把你比作地呐，你五官八手成呐；把你比作富啊，你半人二九神呐；把你比作智呐，你八学二上千呐。城市美呀，你就是甜不甜的，地不地的，富不富啊，智不智啊，钱不钱的，手不手，衣冠禽兽，天不改长，天不改长，地不改。哎呦，我是城市美。你们这几个跟你爸爸一个样子，都是城市美哦。瞧你爸爸这个死样子。好，来，好，吃饭，大家吃饭了啊。吃饭吧。喏，这家，喏，十七号到了，来，敲门，敲门。对。哎呦，刚才的小朋友都来了，阿姨送来了。那这些钱拿回去给你妈啊。好的，当心点，钱放好啊。下次有衣服再来找我们啊。哎，好，你们走好啊。路上当心点。好的啊。哎，那我们走了。哎，再见，阿姨。三毛哥哥，万一爸爸再碰上红头阿三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阿狗，我们先把衣服送完，再去找爸爸吧，好吗？好的，好，走吧。就在这儿，好看吧？哎呀，真的！你看，漂亮，怎么样？哦，上面还有花，肯定很香的。哥哥，这蛋糕上面的蚯蚓是干嘛的呀？哎呀，笨蛋，这不是蚯蚓，这是外国文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哎，
我喜欢吃这一块。三毛哥，你喜欢吃哪块啊？我喜欢吃这一块，这一块，这一块，我都喜欢。最好我长大了要赚好多好多钱，给爸爸妈妈，给你们买一个世界上最大最大的蛋糕，大家都可以吃啦。好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阿兔，你都说过好几回了，别再说了，真烦人。哎呀，说说我要吃蛋糕。哎呀，我要吃蛋糕，我们没钱呀。哎呀，我们走吧。我要吃蛋糕。阿兔别哭了，走，阿兔听话，走走走呀，我们没钱，为什么要走了？阿兔，蛋糕又不给我。好了，三毛的身体问题看来是不大了，我心里也就放心了。真是谢谢你啊。哎，还不是你们夫妻两个精心照料的结果啊。我这是心有余力不足啊。哎，这孩子真讨人喜欢，嗯，又聪明又勇敢。哦，这些钱你先拿着。这是干什么？不不不，已经吃了不少草药了。你这样，你这样，这些钱你就……哎呀，我们这是穷帮穷啊！你不要这样，买包烟，这样我下次就不来了。哎，我这这钱，这些钱你回去吧。哎，你回去啊！哎呀，你拿着吧，客气，这钱你一定要拿的。哎呀，我不跟你客气的。不行的，你就收下吧，李先生。这样，这我下次就拿钱包了啊！找不到，没有没有，就是啊，客气了，都客气了，姐，哎，不少嘛。我问你啊，有一个拉黄包车的叫陈福根的，是不是住这儿？啊，住在那里头啊？啊，你住在那里头？哎，进去给我搜，走走。走走走走，就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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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一个长得头发很少的，只有三个毛的，那是我儿子。他们找他们干什么？我求求你，救死他！救死！求求你！别闹了，听到了，不许闹了，不许哭，再哭我打了。别哭了，我要把他放下。我们有了钱，我跟你说过，我们没钱买蛋糕，你听见没有啊？你们不给我吃蛋糕，有钱了就给你买蛋糕。我不是跟你说没钱吗，哥哥？我这儿有两个铜板。哎呀，只有这点钱啊，不够的，买不成蛋糕的。我要吃蛋糕。阿狗，要不这样，你们先回去吧。三毛，你要干什么？我想顺路去看看一个小朋友。他住哪儿啊？喏，就住在前面。啊？那里，喏。哇，这么高的房子，他家一定很有钱吧？对啊，很有钱吧？嗯，他家住在这个房子后面，我去看一眼就回来。三毛，你认识回家的路吗？当然认识了，上次我就是一个人回来的呀。三毛哥，你拿着。三毛，拿着吧。不不不，你拿着，你拿着吧，万一需要，快去快回。那好吧，你拿着吧。好吧，我先收着。阿兔，晚上我和你一起睡啊。晚上我跟你一起睡。我跟你玩担子，好吧？好，玩担子。那我先走了。哦。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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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求求你们，老总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他们是好人，我告诉你，他们就是好人。儿子打了我们警长，犯了治安罪，啊，犯了治安罪了，这有关。老总啊，他们家都是好人，我们都知道的。我们警长说了，要把他们全家从这儿都赶出去。哎，我们都知道他们家是好人呀，轰出上海，否则就要租班房。别杀！别杀！赶出上海！别杀！别杀！赶出上海！别杀！走！老总，老总，求求你啊，老总啊，别让我家不进班房啊！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，别让我家不进班房啊！求求你们，我求求你，老总，老总，我求求啊！
哎，你听我说，哎呀，哎呀，老总，这家日子怎么过啊？太太拿好、啊、哎，那哎那给钱啊，下次再来啊、哎、好, 好啊，再会再会。哎，小次郎干什么呢？哎，说你呢，干什么呢？老板，我想帮你干活。干什么活啊？老板，我会擦玻璃、扫地，还有拖地板。哎，有空我还可以帮你擦皮鞋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现在不需要人，出去出去出去。老板，我不要工钱的。哎，不要钞票，这上海滩我从来没有听说过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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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板，我真的不要工钱，我只要一块小小的蛋糕，就这么一小块儿。哦，好，来，你给我听好了啊。嗯，在这个外面的墙壁给我刷刷白，哎，里面呢来给我刷好，然后我给你吃蛋糕，好吧？好，好，嗯，就这种。我告诉你啊，跟你说清楚啊，不是这块蛋糕，是这个蛋糕。是吗？就这个蛋糕。坐吧。做不做我可随便你啊，不做就好走跑路了。老板，哎，坐吧。嗯，好的。坐到。嗯，那可要讲清爽了啊。哎，就是这种蛋糕，小阿弟啊，不要他过去哦，他到别人墙头上去了。嗯嗯。哎呀，真是要命哦！哎，你看看，你看这什么？这石灰水撒了一地都是的。嗯。你这七刷八刷刷的像个大花脸一样的嘛。哎呀，老板，你这么小一块蛋糕，要刷这么大一个房子？哦呦，刷了我一身的。你不刷可以回去。好好好，我刷我刷。还想吃蛋糕，吃骚我吧。天都要下雨了，赶快刷，赶快刷啊！哦哦哦哦，真是，哦呦，好了，真好了，真好了，我肯定刷满。小次郎，你在这儿，给我下来！下来，我看你往哪跑！下来！老总，不是我，是老板让我刷墙的。老板，你出来救救我！老板，救救我！把他给我拖下来！救救我！下来！下来！不下来！小兔崽子！下来！闭嘴！下来！小瘪三！给我打！打！给我打！打死你！打死你个小子！打！打死你！打！你小子！打死你！打！打死！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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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给我打！死了！找张席子，把他抱起来扔到垃圾桶里去。哎，好，快！来了，来了，快快！这活活给打死了！怎么还不行啊？怎么也没有人管呢？
小子，活该！小子，救命啊！怎么不王法了？下去把人打死了呢？啊！这小汉子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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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晚上我做孽啊！别进来！开什么门？滚开！滚开！暴露暴露暴露！哎呦！哎呦！行了。三毛啊，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好，天又要下雨了，就明天回去吧。啊，不了，老板，是你救了我的命，谢谢。哎，你的命真大呀，三毛。三毛啊，以后呢，你千万不要到这个地方来，这里是英租界，啊，是外国人管的，不是你这样的人来的地方。啊，巡捕房的警长是此地的一霸，你要是再碰上这样的红头阿三，你真的没命了呀，要记住啊。嗯，记住了。哎呀，三毛啊，你来到我店里做生活就是想吃一块蛋糕，对吧？来，蛋糕拿着好吧。啊，谢谢老板，我给你磕头了。三毛，三毛，三毛，来来，起来啊，乖，啊，回去吧，啊，回去啊。哎，当心啊！嗯，再见，老板。再会，再会，再会。再见。哎，回去吧，回去，回去吧。阿兔，蛋糕来了。猫哥哥，我吃过蛋糕，这蛋糕啊真是又香又甜。三猫哥哥，我吃了你的蛋糕，你不生我的气吗？三猫哥哥，我们一块儿来吃红烧鸡好吗？三猫，你认识回家的路吗？那你要当心啊。帮妈妈送衣服啊。
三毛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三毛，不要哭了，三毛，不要哭了，别哭了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阿兔阿三太坏了，就是啊，是啊，三毛，小六子，我们应该为阿兔、阿猫、阿狗他们报仇，小六子，你想想办法，哎，小六子，想想办法呀，哎，想想办法呀，哎，三毛，你不要哭了，我有办法了，三毛，别哭了。别哭了，我们为阿兔、阿猫、阿狗他们报仇。怎么报仇啊？喏，就用这个。我在里面放一点积雪，给红头阿三装个尾巴。装个尾巴？哎，装个尾巴。哎，站住！给我回来！下次再让我看见你，我就敲到你的牌照！走，滚！快点，快点！哎哎，小屁，你过来！哎哎，阿三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啊！你屁股上的是什么东西？哎，简直像一条狗！就是，太不像话了！快，都看，都看！可是他们现在又在哪里呢？